嘿，我是一名大熊 ，March Bear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呢是礼拜四 Levi's SH Figure Ounce。没有，我只是跟人乱念而已，假装自己很专业。原本呢，这一支 Vice 已经先到了，然后想说等礼拜一起来，然后再来开箱。今天呢，要来先开的呢是 Levi。然后等一下再来开 Vice， 大熊要来抱怨一下，就是这里，这个呢，出厂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在工厂里面应该就已经有问题了，因为你看嘛，胶带是一次性的，还没有拆过胶带就已经长这样，然后里面呢，也不好意思去跟店家说要换啦、也有跟店家抱怨说，如果寄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稍微再检查一下再寄出？算了，反正就这样吧。就是 ，you know， one day 就是苹果烂透了，这个烂苹果。算了，反正大熊呢买玩具呢都是拆来玩的，也不会去在意说盒子好坏啦，只是希望可以不要烂成这样，因为这个你看整个都凹烂的哦。而且现在的说明书呢，它是直接内嵌在里面，它已经不像之前这样会给一张纸。OK， 就来打开它吧。一张很破烂的意见调查，这一张根本没屁用啊。而且大熊呢，从以前买产品买到现在啊，之前都常常会去做意见调查，说什么会送东西，根本这辈子从来没有收过啊，很笑。不过这次盒会真的很漂亮，这一次盒会值得稍微再看一眼。盒会很美，虽然我盒子烂掉了啊。这一次呢，除了本体的两只手以外啊，它还有附了四中手型，真的很不错哦。这一次的印章，很认真哎，它的暴龙，等我看一下哦。它这个龙的雕刻也很认真哎，这一个，而且我仔细看，它是用透明零件哎，它腰带是透明零件哎，好美哦，透明紫。可动的部分嘛，大熊也就是大概只会介绍一点点啦，因为我不像那些专业的大佬们，什么平移、横轴、拉出，什么我嘛不要讲，什么转头、扭头，没办法，我就只是想玩玩具而已，谁在跟你那么专业？手的可动哦，正常啊 ，SHF 不就大概这样？这次手上的不错呢，他的上漆还不赖。脚嘛，我觉得它紫色的漆感觉就是超容易卡掉，唉。不过还好，它关节内部这里没有额外的上漆，就是原本的塑胶色。然后塑胶色跟这个颜色其实有一点点类似啦，跟它侧面的这个金属色的漆有一点点类似。所以呢，这样也不用怕说会掉漆的问题，还不赖。扭腰、摆腰，假装穿越冲杀小，笑死。武器呢，全部呢都在 Vice 身上。他怎么装回去啊？哦，卡回去，卡回去，这里，这样往回压下去就卡回去了。不过我觉得上期来说，好啦，可以啦，而且比后面会继续出那些骑士魂伤什么的，是便宜啦，是便宜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个上色我觉得可以啦，已经被虐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价值观整个都歪掉了，那就这样吧。礼拜，你等一下，我立刻把你的 eyeball 放出来。慢点，慢点，就等慢点过来赛哟。来，我们的 Vice 要把它请出来了。Vice， 而且那个、Vice 的盒会很漂亮，有没有？那这里好可爱哦，它还躲在这边。这一盒呢，明显的就中蛮多的，因为它多了两把武器。手心一样，除了自己以外还有四对手心。我只是今天会这样子而已啦，基本上我也不想要在那边搞那么专业，毕竟我不是专业干。我们头真的很大，大头阵。拆掉，拆掉，通通拆掉。我就是要玩玩具的。啊，可以耶。哦，好可爱哦，我喜欢他的小尾巴。可爱，然后围巾这里，一样，然后围巾里面也有作业关节，可以转动、扭动、摆动，可爱。虽然我觉得摆起来没什么吹风的感觉。猫猫好可爱哦，这只恐龙的猫猫真的超可爱的。
哦，而且我这一只，它头部的可动很顺，这个头可以不用上油了，好爽啊！那关节呢？哦，它肩膀不会 K， 因为肩膀这里跟它的这里是分开的，那这里不会 K。哦，啊，爪子好可爱哦，小爪子。这个地方呢，它上了有一点点珍珠漆的感觉，然后这里有一点金属色，蛮漂亮的。而且上一次在阿轩讲了以后才发现啊，它居然有一个隐藏的小东西耶！这里是一个五，然后这里一个十，五十周年，我就修呢，我日文好破哦，好可爱哦！而且我这只 Vice 的关节一拿到的时候，它就已经上油上得很棒了。运气很好呢，这个放在一起好有画面哦，整个剧中的感觉都出来啦！咪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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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吵的麦子的感觉都出来了。哦，这两把武器出来，就放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一把的刀刃比较大，然后这一把的刀刃比较小，所以这一把应该是枪杠子，然后这一把应该是斧头。啊，是他的武器。不过两个人应该都可以互拿了。他啊，他也有护 ，Vice 他也有护那个拿武器的手收。所以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个一点点灰灰的之类的？他是不是偷懒？啊，不过他的那个底部的印章倒是做得很漂亮，好可爱哦，小恶魔。然后呢，他这边还多附了一个，这是什么印章啊？看一下哦。哦，是鲨鱼的，他还多附了一个鲨鱼的印章。好啦，我也不废话了啦。这两只我觉得很棒，因为他护眼啊，整个上色啊，感觉啊，都很赞。他有把那个剧中的那个体型稍微再修正一下。皮套我往往呢，每一次只要看的时候，我都会一开始觉得不是很 OK， 是因为啊，他们每次都会把像是这种盔甲感的地方啊，皮套上面呢，就直接就是用皮裤，然后再画个颜色而已。然后当他们就是做成 SHF 的时候，就会把他们再修正成盔甲感。像那个礼拜也是这一部分呢，它都是只是上色而已。可是它在做 SHF 的时候，就会把它做出那种雕线啊，变成盔甲感。我会比较喜欢。喂，这紫色真的好美哦，在光下面真的是金光闪闪。Oh my god, I like it, I like it。而且它这个大复眼，整个里面全是复眼结构哎。很棒，好美哦 ，Sign 啊，而且背后上色也还不赖啊，整体感呢是非常的喜欢 ，I like it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大雄呢就会拍一些照片，分享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可以摆什么姿势的，好爽，可以玩玩具。OK， 那今天大雄的开箱呢就到这边哦。如果喜欢大雄的话，记得帮大雄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出去。大雄呢会尽量抽空，就是不会累的时候呢拍影片，不过不要催我啦，因为很累。OK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咪。